知道你昨天晚上睡得也不错，而且你还弹了钢琴，是吗？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之前会弹钢琴呢？我觉得是我所有比赛之前都喜欢弹钢琴，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对我来说，因为也能通过另外一个，然后就会把我这个害怕的感觉表达出来，然后第二天就会更放松吧。昨天晚上弹钢琴，弹了什么曲子？啊，是 Clarinet 的几个曲子，就是我在想，都是法语的，反正我也不太知道这个曲子的名字，但是我在以前网上能搜到，就是我差不多四五个曲子一直在弹一些同样的，然后再会自己编奏一下自己的。